哎呦！这么发愁呀，他的河湾。你说的是啥子骗子呢？今晚上弄点啥子菜来吃？老二可以打田啊！哎，弄我得让快点回来就要吃饭，不早点弄啊？今天我们砍点日菜来，今晚上煮白水日菜吃嘛，不能海椒。又开胃啊，又下饭，这过年天天吃九道碗吃了嘞，还闷到了。就煮点白水儿菜，我也帮他打些甜，多给我也咋不煮了？你不整个卤啊，煮鸡？卤肉嘛就卤肉噻，那煮鸡的都还有浪多啊，弄点整进鸡们吃猪，我要吃白水儿菜，不可能说是一堆堆青叶菜都不吃噻。那我给把菜砍的话，弄点饭喽。那你给砍起来嘛，我饭都煮起来，把菜蒸滚，啊一热一蒸滚就得吃了。喂，晒起太阳还瞌睡来哟、哦。嗯。起来，起来，妈妈给蒸糕糕。嗯。你别老是穿凉拖鞋，今天天虽然热火，还是穿毛毛拖要感冒，晓不？嗯。你来煮了晒太阳，妈妈给蒸糕糕。别老像我娘娘母都爱吃白水菜，吃了晚上光是起疑，比大妈给扇的冰凳。直到这儿多点的看小我的那喂猪。反正这两家没爱吃，大的给弄一喂，主要喂猪两个，大的给煮一锅。拿个盆盆出来装菜。天，那天要整那么大堆，怕煮来大煮一大锅啊。你们不是爱吃吗？多弄点你们吃不够。这个你又不要冒到我啊！我不吃饭，你干净吃我都得行。那你今晚上净吃，我再给你砍几个来嘛呀？够了，这鸡我净吃都够了。鸡们又不太吃白水菜，你们喜欢吃草的，这种锅跟泡菜喜欢吃白水。老二，菜洗机器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快，这个弄来煮鸡，10分钟就煮好了。我跟你说个事。啥子？就是娃儿读书啊，我想了一下，反正猫都在底下，干脆我们把娃儿弄在底下给读书。划算喽！你在这屋头，你看我们这走街上好远嘛，走路要半个多小时，你又没得车子的，还要走一截路走进去给柴油马路。骑个摩托车，冬天说娃儿好冷了，当然在这住娃儿都站不住，啷早的就要送你来去。我小儿子冲我丢脸了。哦，还跟你小老汉儿来比？那公小老汉儿他们两个年代还饿了，泥巴都在啃嘞，你没啃泥巴？哪能跟人家谈？搞暖背景的。哪个嘛？到底是在底下读书那些嘛？交通方面的，靠出门就可以坐车。我们这屋头哦，是交通也不方便，下半年娃儿真的很造孽。人家官都想把娃儿弄你走成都走，如果我们在底下有人看的话，肯定就是我还是想把他弄来成都去读。那有好造孽，我不晓得。我们读书那儿，我们班上那些爱上的，那打电动读书两头黑，我才走两个多小时，那不造孽了？谈那些，你是要把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苦，再让你儿再重新全部吃一遍，是不是嘛？那关啥事嘛？那男娃儿嘛，就是多磨练好子的嘛。就是磨练，反正我不管，我想把那弄来成都给读。你找点学校了，你光是弄来成都给读，那学校成都的学校，你以为啷好找哦？哎呀，学校只要你想找，那哪个学校不找学生吗？真的是。反正但我有朋友那些都在那底下，我有以前的同学那些，他们都是在那底下住的。你要想找学校还不简单，只要找他们帮你问一下嘛，就说噻。反正你可以问，我不得问。反正学校你自己可以找，找得到那就在底下读，找不到还是在这高级工读。而走好这路光是嘛，男娃儿就要锻炼的好得好，他回来些可以帮他干啥子活了。你老是想着把它锻炼锻炼，娃儿你弄来锻炼我不反对，但是那太小了，你是走半个小时的路，来回要走一个小时，他走一个小时不得行，我们大人都走半个小时。你大点嘛，那我你老是说你小老汉儿，我们小老汉儿最少都是6岁啊，才读书，你要现在才4岁，你要弄来走那么远的路，那能跟我们那会儿比吗？哎，好远嘛，那后跳五跳还不远。那老娃儿不跳啊？你乖着等他大点了，有点过7、8岁了，你喊他回来帮他干啥子活了，干的那力所能及的，我长进不得说啥子，但是太小了的嘛。嘿，哎呀，这么发愁呀，他的河湾。嘿，你说的是啥子骗？
在成都去做还是要的，在成都跑了娃儿单子了咋的？在成都都还是要的，下半年些送娃儿那些没得弄灯的。是是是，你们一家人说的都是对的。那我小老汉儿，你咋没送我来泸州去读啊？你自己出生早了，没生对年代。哪儿老弄你泸州去读？你要现在出生，好不是把你送掉去读？哪儿没掉，哪儿还不是有国外去留学了？哦，你浪过谈，那你有没得那个天赋嘛？考试得三五几分的，还送你国外去读，不要浪费点学费。比你嘛要好点嘛，三五几分。不是吹牛，你给我说我们小学班主任，我读书读的不，我考试都是九十分以上。哎呀，我也说不赢你们，随便你们从我整。我家捡来两个，我还计较点弄饭吃去，等随便你们。那是因为我们说的有道理，啥子叫说不赢我们嘛？哎，为啥子每回我提出的，他们都同意啊？那你几张嘴巴说，我同事的烟，我一个人。啊，是是是，我们今天欺负你，你可怜。